会儿网络，一天天到处连。我在这边一个小小服务员，我真做不了这个主播。你不行，换不着，你给我修。那明天你等明天经理来，明天经理来给你换，可以吗？我着急用手机，我等你们家经理来啊！你这什么态度啊？一个小服务员，我真做不了这个主播。你是不是看你那个早晨干的鱼？你今天晚上给我修，我上明天。不能录视频啊！不能录视频。那我就是一个小小的服务员，那你说我那个真解决不了。丫头，我这。哇，你这是不是苹果的？是不是好、啊？大哥有话好好说呗，你先给经理。哇，那稍等，那哥你稍等一会儿，然后我们跟经理沟通一下，都啊。哎哥，这不允许都是给啊！你一边，我再说一遍，不允许都是给一点啊！我你那都录出来，我就看你们怎么解决的这事儿。黑店呢？你是？哥不好意思，那个经理打电话。哥，你稍微再等一会儿。我等啥？能不能解决？今天我告诉你，这事儿不解决了。你别在这里了，我告诉你，这事儿解决不了，明天你的店别开了，行吗？走。今天我来了吗？哥呀，昨天就他来到这儿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对啊，听说你昨天上我这怎么闹事儿来的？我给你通报一下，兄弟，不是闹不闹事儿，你问问你这第三店员带着，他们是什么态度？你们啥态度啊？你进屋，你第二，我给你去给你换新的。我这是卖电话的。听说的，我们这吧是管受体的吧，不管维修。如果说你有钱买新的吧，对不对？修什么呀？收无所谓，我要的就是个态度。你这他卖手机是不是有个态度？哪来的？这不是小服务员这样，你有钱，你有钱买新的吧，对不对？没有钱找地方去修修啊。你看你家还有多少电话了？苹果电话吗？来，那个大哥要买电话吧，咱家还有多少电话？统计一下呗。要啥型号的？啥型号的？是苹果的多了。对，全部的现金。十台左右吧。都要了是不是，大哥？不要了。对，找出来。行，我给你找找啊。大哥。哎，你别打，多少个？一共十个，一万三。来，别说了，来一起吧。那都留给你吧，大哥。好，来。这是不是我的了？对呀。你看，你把你自己东西我管不着，你把我这个键盘都给它破坏了，咱们就算了吗？我看看，三千。你什么键盘都三千？我这就是专用的，就是3000块钱。不是你少一块钱吗？黑店子，你垫多少钱了？你垫多少钱？我垫多少钱？还能打我垫呢？垫多少？50万。多少钱？垫多少钱？50万。行，等着。我等你呢，还我这吹的。你又查查不？因为啥的？